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，距成都400多公里。必去理由：这片未被污染过的土地，以春夏秋冬四地更替的景色，赢得了人间天上天上人间的美誉。春天时它冰雪消融，春水泛涨，山花烂漫；夏日里它掩映在苍翠欲滴的浓荫之中，五色的孩子银莲般的瀑布抒发四季中最为恣意的激情；秋日它配合明净的水和湛蓝而碧净的天空，演绎着七彩梦幻组合；冬日的九寨沟，淡淡的飞雪，纷纷扬扬的飞舞，使人忘却了世界纷争。